今日我准备了一个笑话，其实就是这样的。有一个女人呢，她进入了一个酒吧里面坐低，坐在吧台上，她就喊到性感，就用手指这样叫个侍应来。那个侍应到来了，那个女人就问她，请问你是不是经理啊？跟着个侍应就很咸湿地说，我不是经理，不过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。那个女人就说不用了，跟着就放手指在那个侍应的嘴唇那里，跟着个侍应就开始选那个女人的手指。跟住之後咧，那個女人就話：啊，其實我想講，頭先去完廁所咧冇廁紙，不過你幫我選擇隻手指，所以而家唔使啦。